早上好啊，姐妹们，美好的一天从小肘子开始啦。又是我呀，姐妹们，先跟姐妹们说个事儿啊，最近我得收敛着点，不那直播不那么的啊，开车说脏话了，我得维持一下形象。你们也别引诱我说一些个奇奇怪怪的话了。那是南方的肘子，甜口的，我刚尝了一口，比昨天的鸭子好吃。为啥呢？我为了婆婆可能在手机跟前看我，起码得让我装两天形象。嗯，这个好吃，我可是淑女。我们淑女不能开车。这个好吃，比我原来买的万三家蹄儿甜度要低很多。美好的一天从小动物开始啦。真好，还是猪好吃，肥。拜拜，天天说我嘛，最后一口不咽，我不是赶着结束录下一个视频吗？拜拜。